暴雨过后，上海气温降至低点，整座市区已被阴云笼罩，林南生满头薄汗地走出审讯室，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。陈默群司空见惯，交代了王世安几句，便带着林南生来到一处隐于弄堂口的老洋楼，这是他专门为林南生安排的住所，除此之外，其他人尚不知情。陈默群让林南尽快熟悉附近，顺便询问了他对于工作的想法。然而林南生还未从方才的震撼中回过神，脑海内所残留的模糊影像令他于心不忍，很不愿看到同胞相残，甚至是无辜同胞被残害。尽管林南生有理有据，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陈默群看来都是累赘，是枷锁，也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不该拥有的顾虑。陈默群再三警告林南生铭记自己的身份，坚定好立场，未能达到目标应当摒弃多余感情，绝不可让他失望。一份信任逼得林南生重新做出承诺，这才使得陈默群满意离开，而他则目不转睛地直视窗外，站得笔挺，似乎想要通过晨曦找回初衷，相信党国依然光明，照亮了每一位革命者的热忱。顾盛言与阿木在茶馆街头询问王志转移情况，并简单梳理了林南生的来历。早在此之前，顾盛言已研究过林南生的档案，完全是小白花一朵，从家族到本人无任何可疑。陈默群为何会如此这急挑选新人培养心腹，足以说明是被彻底激怒。如今王世安跟南京方面交涉许久，多亏戴处长从中斡旋，终征的对方同意引渡王志移交上海特务处。陈默群下令封锁消息，要求单独关押王志，同时对所有部门保密，即便是顾盛言也不可声张。当天晚上，女学生朱怡珍组织校友撰写爱国宣传稿件，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。奈何警察突然临检歌舞厅，众人慌忙撤离，朱怡珍刚走出大门，竟遭遇劫匪。幸好关键时刻，林南生冲上前抢回手包，劫匪见状落荒而逃。为避免稿件被警察发现，朱怡珍顾不得去追劫匪，捡完那些散落在的纸张后，匆匆道谢便离开。林南生见朱怡珍远去背影，虽是不解却也作罢，短短几天时间，这座繁华都市已带给他太多深刻记忆。随着南京稽查科长曹阳飞押送王志抵达嘉定，陈默群打电话跟对方落实情况后，吩咐王世安留守，林南生跟随前往碰面的点。司机和林南生各领两把冲锋枪，并通知总务科做好报备记录，但凡有人询问关于冲锋枪的事情，都有可能是内鬼人选。顾盛言意识到情况不妙，所以在陈默群离开后，特地带着洋酒去找王世安。此时的王世安正有火无处发泄，所幸在审讯室里折磨共党，毕竟论资排辈，他本该是陈默群的得力心腹，可自从林南生出现，似乎心腹位置已被暗中调换，自己除了手里挂着副站长的虚衔，早已没有任何讨巧的筹码。事实上，陈默群重用林南生的情况，即便是外人也都能看个透彻，顾盛言偏巧借题发挥，
激起了王世安的不满，还要佯装好人劝导一番，顺利套取不少情报。王世安对顾盛言没有任何防备，完全因为他与陈默群隶属同届校友，毕业后一同参加北伐，如此深厚情分，旁人根本比不得。但是陈默群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升为站长，反倒是顾盛言仅在档案室混了个闲差，就连王世安也为他抱打不平。殊不知档案室掌管众多情报人员信息，顾盛言所表现的无心仕途，其实是为掩饰身份，安心蛰伏。远离市区的郊外之处，陈默群跟曹阳飞碰面交接王志，随即安排在大通旅社四楼，以免走漏消息。阿木接到顾盛言的电话，立马通知图书馆管理纪中原来书店见面，两人核实被抓共党的具体身份。四楼房间内，王志缄口默言，对于共党上线身份只字不提，既是为了所谓的革命信仰，更担心自己沦为叛徒后再无生还之地。陈默群善于揣测人心，同时也懂得如何击垮人心防线，仅用一把手枪彻底令王志崩溃，主动交代联络人的身份以及共党安插在特务处的内奸代号邮差。根据王志提供的线索，林南生很快拿到记录阿木详细信息的档案。顾盛言佯装身体抱怨，提前离开特务处大楼，跟踪站长司机老黄来到旅社。奈何旅社门口已有众多特务把守，顾盛言无法露面，索性开车路过观察，恰巧被林南生发现到这辆可疑轿车。